哇，小温，你买 Switch 了？嗨，公司年会抽的。你们公司这么好啊？我在年会上抽了200块钱的购物卡。这算啥？我们还有2万块钱的奖金呢。真的假的？我的年终奖还是另一家超市的200块钱购物卡。你们真惨啊！您今年的公司发年终奖了？又是多了有点工资，差不多5-6个月的工资。发这么多吗？就是银子嘛。大概多少呢？2万块钱吧。没有啊。为什么没发？老板黑心。100块钱都不给我。我能说脏话吗？可以。就是他妈的很不讲道理，他妈把年终奖摊在每个月里发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每个月多200块钱。发了奖金，发了是20000多，然后还发了一台 iPhone 叉。你们老板对员工这么好吗？对，我们连就是过年回家的这个车票都给报销了。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？发了，想象不到。那是多少啊？10000吧。这么多吗？嗯。别说年终奖了，连工资都拖了好几个月没发了，因为他都要倒闭了，让我们给干倒了。我自己就是老板。您给底下的员工发年终奖吗？我现在还没有员工，只有老板。上班的时候，然后不认真，然后玩手机，然后他都会看到一次，就会扣到年底的时候，年终奖就没了。您听说过最豪的一个年终奖是什么？4-5万吧。朋友圈朋友也会晒啊，什么 iPhone 啊、叉呀什么的。王者荣耀公司说发了半年的工资吧？有啊，有些单位发5-6个月，有些单位一个月都不会发呀，很正常。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对呀、啊。我听说还要给狗给猫呢，还发狗发猫的，什么公司啊？给单身狗狗。有女朋友的蹲下。不是美图说怎么发了一个比特币吗？比特币是什么？就比特币就是那个数字货币嘛，啊，别人家的公司，别人家的公司，能帮我打码吗？被我老板知道的话会砍死我的。OK， 给了一辆车嘛，我有朋友在那个360。朋友就是发那种去新马泰，然后3个国家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，去趟铁岭度过蜜月。中国也行啊，就是现金直接去台儿领，好几百万那种。这个拼经确实限制了我的想象。期望就是说今年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年终奖？至少要10万块吧。10万？当然钱越多越好了。稳定的，不倒闭的，我要赚钱。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至少能买辆车吧，至少。拿到一个女朋友算不算？这个要求有点苛刻。电动的、充气的，这不随便选吗？哦，我们希望国家给我们分配个男朋友。给我发辆车，我也摇不上号。其实还不如给点钱呢。就是会打算给员工准备一个年终奖吗？我一般就直接发钱，拿钱砸他。给你做一采访吗？不要。不好意思吗？小采访。又被拒绝了。你们好，能问你们几个问题吗？不要不要。不好意思，太冷了现在。哥，你别躲嘛，能问你两个问题吗？我们在做一个小节目，可以问几个问题吗？没拒绝吧，不好意思，不要拍。有时间吗？采访一下一两个问题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Hello， 两位，我们可以做个采访，行吗？采访一下您可以吗？特简单，特简单，就特简单，快拿着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多穿点。谢谢，哇，暖男。我想问你冷吗？冷了就穿了，很辛苦啊。是的，是的。